现在上海有估计有中风高风险地区有四五个吧，有六个吧，好像中风险地区已经接近要快接近100个了吧，上次有40几个地方，现在中风险地区明显增多了。像在上海疫情的时候，2个月封控的时候，没有一家是高风险地区的，挺滑稽的。现在变那个，没有封城的时候，高风险地区变六个了。行程码已经不带星号了。上海高虽然有高风险，已经不带星号了。你不是在高风险里面的人员，密接的人员，基本上就不会变了。行程码也没有星号了，取消星号的表示了。也反正就是绿的吧。现在我带观众朋友们去看看那个，观众朋友们去看看那几个上海高风险的地方，有几个地方高风险的地方就是一幢大楼的第5层楼，五层楼也不能上去，肯定是下面估计也不通，就是上面第5层楼啊，有个公寓啊，我们现在去看的那个九龙路的，虹口区九龙路的一个535的一个公寓吧，好吧，离我这里住的也挺近的，还有那个静安区的也有好几个，静安区的也有2个吧，一个是紫江路街道，通格路200弄，但也算高风险地区，现在就是这回事，现在也热了，天热了，天太热了，政府也不高兴那个搞那个经济了，反正就这回事了，天凉快一点人家再出来消费吧，好不好？现在这里都冻成掉喽。啊，九龙路离那个大明路，东大明路，大明路长治路，还有周家嘴路，还有武进路那一条路吧。这里全都现在虹口区全都动迁完了，这里算百外滩地区啊，全都动迁完。今天37度啊，啊，7月份的时候是上海最热的时候，就是6月下旬吧，到8月份，八月下旬应该是，就是天气慢慢的。没有高温的，没有暴热了，35度以上基本上八月下旬已经少很多了，到9月份基本上都是夏天已经快过去了。今年的立秋是8月几号吧，8月几号就是几个酷暑啊，小暑大暑都过了。啊，这个属于嘉兴路街道，哇，这里哈尔滨路都开了，都拆掉了，这里嘉兴路街道也是动迁了，很厉害，全部都动迁掉了，嘉兴路街道现在动迁了，很厉害啊。这个好像是虹口区的一个步行街吧，应该是，旁边也是，现在要重新弄起来。本来是一个步行街，现在都动起走啦。虹口区也是老账很多的，黄浦区是最多，二级就离黄浦区最多，虹口区啊，第二个就是虹口区，第三个就是杨浦区。我昨天晚上就看了，也是想说一下，他是说的林有桑春不香，李有兵不香歌，邻居家里办丧事了，就是那个春啊，春就是那个炸米嘛，把米那个炸成那个粉末状嘛，那个叫春米，春米的时候要创一种那个耗子的时候，这种耗子是因为劳动生产的那个耗子嘛，欢快的，歌词是即兴而发的，这就是
这是一种生产欢快愉悦的那个事情，就是耗子，就是邻家有邻居有这个丧事以后，你这个称米就不要去称了，还有邻里要出兵了，不要在巷子里面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不要在巷子里面唱歌开心吧，反正就是。它的原文是这样写的：木布灯笼，柱杖必执佛，邻丧不孝，居人必委其位，忘咎不歌，路邻不祥，当时不叹，邻有丧，春不香，里有兵，不向歌，四目不歌，哭日不歌。他翻译过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你去墓地，不要随便爬别家的坟头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。如果你参加葬礼，必须要帮助死者家属住挽旧车，以表示自己愿意帮忙。参加葬礼的时候不可嬉笑，这也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同人打招呼作揖，必须离开原位，正儿八经的行礼，以表示尊敬礼貌。看到别家运输棺木的灵车，无论认识不认识，不能随意唱歌。去别人家参加葬礼，不可当作若无其事，随便敷衍。面对食物，不要哀叹等等。啊，这个都是，以上都是古代的民国时期的一些基本丧礼葬礼上的礼貌。上至皇帝老子，下到贩夫走卒，人们都要遵守，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礼貌，是做人的根本。不能因为你仇视鄙视别人就不去遵守。任何人，哪怕是大奸大恶的坏人，此时死去了亲人都是很悲伤的。这种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，也是共同有的。反正就是作为一个人，人家既然办丧事了，家人亡故了，不要在那里嘻嘻哈哈的，好像是庆贺。最起码的，好像我就觉得中国人最起码的一个基本礼貌，基本的人类的底线人性都没有了，还在那里笑嘻嘻哈哈。哎呀，确实我就有时说一点吧，作为一个最基本人类的那个一种底线吧，就是我反正就发表这一段话，大家自己看的吧，反正看的人也很少，说的人我就说一下吧。还有看了那个视频，因为经常看那个抖音嘛，抖音上面确实发了一下，隔壁邻居的那个人家的那个，反正视频，反正报道吧，哇，下面的评论确实大部分都是这个幸灾乐祸，哇，我就觉得确实。人家是有侵略我们的历史，但是历史在特定的环境里面，你这个去咒骂去什么，就是其实应该的。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啊，文明不断的那个迭代啊，演化啊，人总归是朝文明这个走的了。特定的时候，你比如说那个918，或者那个日本投降，这是8月15啊，淞沪抗战啊，8月13啊，都可以去纪念，都可以去咒骂，但是只是在特定的环境，大部分的环境里面，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正常的一个人吧，总归要，虽然要铭记在心中，但是也不能在人家痛苦的时候再去伤口上撒一把盐吧，就更加气愤吧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说一说大翻译的时候啊，把这段话都翻译给别人的，这个确实不太好。我就觉得中国人的
中国人的文明指数啊，确实有待提高。老是在这样说，也不够文明吧？世界上文明的那个快车啊，一直在开，好像把我们那个越抛越远了。确实，我们这个确实有一点啊，有感而发，有一点确实没有做得很好，把那个隔壁的那个事情啊，确实，如果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，但是最起码是枪杀吧，你这个不发生也是一种那个尊重，不要发生。还有做的好多极端的，什么说那个人家死了，买一送一啊，大酬宾啊，减免多少多少，确实这个确实有一点太不像话了。虹口区246号246弄，爱家豪庭，有钱的地方，好，不能停车，房地产。